还有在玩的都是什么？还是要玩，还是要玩，还是要玩啊！会有阴影吗？就是在玩德州扑克的时候，会请身边的朋友有先问一下，哎、欸，是在做什么的？在拍照吗？对，然后不要拍照。真的犯太岁，真的犯太岁。九泽 CB 这个 IP 还在滚石，对，那陈哲这个 IP 现在唱片在种子，我先请在原音兄弟。好像其实是去年八月时候的事情。是已经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自己私底下本来就一直有在打德州扑克的这个就是竞赛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觉得被过度放大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什么的。德州扑克本来就是一个，因为像现在已经就是已经也是合法化了，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有点像狼人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是一种有点竞技要动脑，就不它不完全是纯赌博，而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一些观察，还有你的一些筹码的应用等等的，而且我们之后也可能会做一些德州扑克的细节。哦，对，因为今年过年回去有被长辈关心一下这个事件吗？这个事件哦，有啊，就是我的解释，就是说像爸爸妈妈或什么，他们也都会打麻将嘛，就是说其实这就德州扑克就跟麻将其实差不多，就是大家可以聊天什么的这样子。你说地瓜球的事件吗？对对对，没有啊，我觉得那个事件真的对我而言，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，所以。可能就是一般的大众啊，不要这么的去这么刁钻的去解读一个人的意思，因为他真的没有那个本意。我立刻爆炸！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李菁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就在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给你赚，龙给你欢喜，龙给你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，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！